就职第一天跑了一整天，天都要黑了，韩国瑜总算踏进高雄市政府大楼。第一次用市长身份来这里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很开心，但是心里面压力也很大，因为工作压力很大，好吧？责任非常的重。上任就是责任压力的开始，韩国瑜踏进市府第一步，迎接他的。市府员工变身小粉丝，手机举高高就怕拍不到，还有人抱小孩来，果然成功吸引市长目光。简直变成了明星见面会。韩国瑜不止在一楼被市府员工团团包围，每一层楼走廊边都有市府员工拿起手机来全记录。抢着跟新老板合拍，韩国瑜刚踏进高雄市政府，超高人气，但会议室在哪边？两通电话打给谁？韩国瑜幽默回应，而市政府员工这一晚加班都愿意。等拍照东奔西跑，市府员工就像是小粉丝。韩国瑜上任后第一次踏进市府，高人气跟员工们哇钢筋。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